播新年了啊，走吧，新年对不对？啊，出来工作也破坏一回钱。冇咧。不钱啦，也高级好不钱。没有钱哦。就你们，嗯，年台。啊，你知道新年要到啊，你每阵咧好忙碌啊，啊，忙到要搵保险啊，忙到要做花费啊，买年货啊，好，那就是以前比较好乱哦，那你今年要嚟轻松啲嘅话，嗰时候要嚟放下以前，哦，安心啲，你要嚟到松啲嘅面前，哦，嚟啲特别嘅话，嗰啲钱留到，做啊，就咁请你，出嚟见早先，啊，你要嚟叫请佢嚟见拜年，赞美，做啊，你要新年啊，你同菜，叫个今年嘅事个，或者叫个你嘅话语，再次嚟奠定啊，你再次吉祥嘅丰盛啊。主啊，就感谢你，他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一早醒来呢，就因为今早听到全国人民该两十个痛重哦，来就从一早早醒的时候，来到太家来看谈医书哦，就从来看了谈医的人民哦，哦带了那么个影响，然后呢，那么影响也在职场哦，然后也在里面彰显出当代的这个特质呢。但是他就出现一个心说你叫学习到黄金讲到他这些来相信他的太阳好熟悉了搞中学搞好久或者是他的太阳好久、啊、不过他就耶稣的强烈的心来看不要在你兄弟都没使用你同用经历我叫在人类文化过一天一样该兄弟而在世间人去讲世间所以他就出来看到太阳的黑到底是哪里呢啊，我哋出嚟看嗬，其实泰尔尼咧超车，而采访嘅时候咧，出在犹太国约押金之三年嘅时候咧，而出去攞嚟做王，还要有啲新嘅朋友，还要想点点路到马边天，天堂嘅两十个人嗬。怎么佢又变回到马边咧？就因为咧以色列人嗬，一切嘅犯罪、犯罪、犯罪，上帝一切嘅提醒、提醒、提醒，就还有一切犯罪、犯罪。但是上帝就允许这个罪恶呢就去降临到这个当中其实呢这个巴比伦呢因为三百正经的攻下来这个是亚路撒冷三亚路撒冷所以呢一共有三次的以色列人并入到巴比伦去就好像那里客家人呢从总结轮呢一批一批的轮那就轮一批的呢最终就会来一批的子孙的那里面那是从第一批的子孙的是总结轮你忘了听一批呢有啊听一批啊第三批呢你忘了第四批就给他提一批了所以就看这个东西没伤了就说到以前提一批的他就稍微开始看他的图片可能好一点这个从出前六南一年的时间就是第一批录到八比六批那第一批的年代太多数在那年代就会往西往出来了也就在那里有后退子孙还有贵族还有个人勉强所以两个人都会好好的所以从广东尼泊的人有修的好好的有好好的被宰回来然后另外一乡人家就去被捉去先捉去呢老戏都没呢比较有训练训练之后的我专门从广东尼泊的服饰在推广还好在平民刚到了变上面好讲到人带过了然后听一批呢却不该死掉呢听一批你是从立刻之下给广告的吼第二下面呢听到没听一百零大人的写出发第一波的报复啊那就那就往出一波那就传抱歉不求容易了还有呢受了王呢你做到一定经济啊那武器啊钱被拆毁然后一蔓延吼被逐渐被逐渐也都是太难的勇士了吼还有呢人好多天他就要做兵要打那就那就吸那就那就进攻啊全部都得走去哈然后呢第三百的时候呢第三百时就五百六比十的时候呢就前呢第二下呢就那边呢就毁坏了烧晒一个伞了结果那个新店呢比毁了伞要比拆坏了那就你比伞烧毛伞就比走去了就一把比的第三百呢很硬的下面就留出一个人所以呢第二站呢，你那里就有可能。第二站就是看你呢，
啊，车才被捉到了巴比伦的两个地方去了，好可怕的十个帝国啊，天极界十个地方去哈。你话佢抗日就唔取得地方，我出咗巴比伦好多嘅时间，其实变捉鸡时候咧，变轮到巴比伦嘅时，佢十六岁，而家十六岁，哈，十六岁，但系取咧巴比伦嘅病咧要62年嘅时间，哈，于是讲取嘅病咧到82岁，哈，就要营养啊，到老，等于你点解去巴比伦咧，同埋马代国史料就好太嘅呀，十个低嘅，哈，鸡十个，然后咧。哦，今天去量这个茶会，啊，不是好多这个房，你是要洗澡哦。有的时候讲六十、七十，意思讲不是好多杂鸡房哦。那因为你叫菜就过于潮温去用住啊，那要严严的保持哦，唔变啊，还是错水的搞味道哦。啊，我哋通常分到你当中过于潮温去的时候，有一句有一个笑话，太子写个温晒嘅，但系变咧冇温过哦。那因为充满嗰种智慧，充满嗰种聪明哦，有解释嗰种梦，到底系做咗梦嘅乜嘅意思？都好厉害去解释嘛。嗱，因为先有讲到嘅，聪明嗰咩咧，好重视啲做事情办事啊。嗱，因为冇变啲错嘅，即系等于好直接哦，好认真做事嘅状态。也烧到好火旺，继续嘅重用啊，重用啊，唔单止人用咧。哦，还要好好的人离开哦。那你要别就在一个面上就可以用脚哦，而且在一个面前，在中年面前，太那个人显有双臂的脸哦。可以看到啊，啊，一部革命上哦，小弟出在前提各哦各嘅各处嘅一个，但落一张哦，至高嘅形象来说，他的形象哦，其实显有出来哦。那因为那个一张就咩哦？佢嗰度太英皇，要喺用喺在中年嘅面前咧，去搞啲喪啲嘅。所以你看到咧，一隻太依年咧，有啲神人展得出一隻哀榜形當中嗬，所以一隻嘅衣果嗬，當然一食嘅即係天衣集公明啊，雞集嘅聖官咧公明嗬，但係你要取得天榜咧，你都要做過做人嗬，你嘅神就每刻嘅見證。一个神音咧，我转化去接藏；一个神音咧，有啲咩咧，转化我就沙飞，转化我就一极大。所以看到咧，一只好了不起嘅一只鸡哦。唔单止咁样咧，在二世嘅树叶干丝丝状一个豆咧，反而咧扭一只罗啊，扭玉白又亮杯咧，前辈哦，孔明排列有前辈。那你看我哋谈呢啲咧？要按要烧一段嘅神音气节哦，到底麦家贤是到唔嚟？要分出就充满见证哦，后时期嘅或者后研究嘅神音，当时我要哦突然嘅时候系捉到佢，做咩要入去哦？理念要圣念，要神嘅念哦，即系能够有神圣的念哦。那呢唔单止一集。善根源咧，还有咧，要美好嘅人性啊，要美好嘅人性啊。不介美好嘅人性咧，美好人性就同老祖宗就非常密切关系嘅。啊，又就介做咩神庙亦都存在嘅。啊，你会看到咧，太乙年咧，就因为要双边嘅连财又介神庙地方，又看到因为咧要美好嘅人性啊，所以神庙就必要嘅神庙就发出一种光辉啊，一神庙就拜落。也该翻回来这个改变，所以咱们就来看，太乙年那么个年就来培养出天地在暗后该明示的神量。其实今年啊，有个因果要来个神量，好多时候咱们见过教会建造、教会发展、啊教会推动个施工，而个我哋咧先做个年面点样用先去调理个话，那就神量去重置个话，哦，好多个施工只会求好者。好多施工在哇，我只火山台开始都烧糖嘅，啊，所以咧，我一希望咧，即系太乙年啊，要看完都唔能够叫我培养出咁样嘅神命嘅素质哦，即系要美好嘅人生哦。天然就咧，而都唔能以时效缩年嘅做嘅名迹哦。但系语文讲到啊，啲情况都好。太乙年却年事不如王，皆生老王所应皆照。
骗自己啊，所以你拍这个有用不骗自己啊。还有提到的第二章巴比伦王呢，把那些以色列人逐来的人民却冇残疾的又相貌好靓的，然后呢又好聪明的一点呢，就提到巴比伦的时候三年的训练其实三年的训练就会没有痛快的，就会洗脑所以把巴比伦的文化巴比伦的信仰灌输在人的思想当中使到人民呢以后呢就能够好好的努力服侍也侍奉那个王或者人家。但是巴比伦呢也有点好明白，又把他们痛快了，又把他们做这样的表情况第一类你看到了，就跳过教育跳过了这个教育就会我也要学习巴比伦，就会学习加勒大的文字老了这个语文所以我们希望人家学了这个时候呢，感觉的话人家就出来叫容纳在这个依靠这个法典以外，就在我们这个法典的当中就说跳过了这个教育，跳过了这个思想的改变，希望人家能够有点厚重的这个法典。听意呢就会跳过这个改变人家认识的时间，改变人家生活的方式，就要让人家失败过影响的生活，也是去往在西部伦的往往的继续，也是都是知过也是马比伦一种忠心的一种西部，或者是一种旧我们要经过人的地方，你要知道我们每一年都没有人的西部有人三年马的三年就是人的文艺服饰的地方。第三呢我们的崇拜的第二章的讲到了跳过教育，跳过教堂的那种文化思想的改变，第二就是生活生活的方式，第三就是改变的命所以你要出工作的人，看到下班的人呢就会变得时间命就请贪一里呢就会散发的人把体杀杀。其实呢比如说呢他那里阿里散发的杀的人，或者呢米杀的散发米杀呢阿撒的阿撒的阿爸，其实呢从希伯来来回的人关系都会讲到前途上帝，比如说呢他以前主是那个审判者，他那里啊就是主掌权荣耀恩典米撒的就是说谁那你冲险呢阿撒的阿就是主光之海，他也不过一个人的过去不然他就把比伦他就信仰他就信感的，比如说不提撒撒呢就是讲巴比伦忠心执行我的保护人的生命，第二呢就讲到巴比伦的灭神灭光神和埃及带人，那我就来巴比伦的灭神呢就到咩呢就一枪也就灭光神咯，第三呢就讲到呢下作执行的功能就讲巴比伦过样，就讲到埃及人痛快人所以呢就看到呢巴比伦呢也跟目的出去呢就去三年前有的自家的对神的一种的敬畏和埋到未来来靠住也是巴比伦的一种忠心，所以看到有的有的有的就看到所以有的看到有的探议呢，所以有的艰难的一种的环境当中依法的文化当中依足当中就自得独立之后面对种种的条件有用的持续的信仰有的变进神，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些冲动做到这个反面特别是这个流出的地方流出比较多我在中国都听过感觉情况该怎么修炼都能够容易把人怎么变傻就是脑上尊重人的，所以呢就看到让他们所面对的这个挑战和其他的就是困难当中从依靠无法的时候你能够审查大概当你就那么呢你的靠谱上帝的依靠上帝，虽然巴比伦王呢改变人的命改变人的语言要将巴比伦的一种学习和一种信仰去灌输人的，但是却不能改变人的心，却不能改变人的继续爱上帝的这个心。他以前呢，就说归还
夜间时间哦，以午时黄鸡，一阵间山珍海味啦，或者咧海椒啦，哈，哦，仲有咧会做埋咧个师傅咧，唔单止啲好像即快过一阵间把表时间，甚至咧你阿啥师傅咧，哦，可能五日签嘅，哦，都要他人帮你，你会师傅好保佑嘅咯，那有问题。外食噶，那一条咧咧要练毛练，要毛练噶，要外食噶，哦，噶啦，唔单止噶，我哋嘅要，好像咧咧烫嘅要，哦，焖嘅时要防食啦，乜乜乜乜真要食噶嗬。所以我哋搵到潘依莲专门做有方面嘅，而超哦，靓水就方法超老人嘅太监嘅脂肪嘅，佢爽又做到嗬，而外食就系食就系菜同埋食盐嘅水嗬。啊！如果你頂頂得完全乾咗少少嘅咧，我諗佢老黃夠嗰個浸嘅嗰度，但係我哦，你黐下黐下，就老易容易爽了啊！各人嘅情況啊，最可能就老易爽了啊，就老易俾啲衣服嗰啲啦。結果咧就嚟咗鹽水同埋色嘅啲生菜啊，喺度結果咧啲錢咧我俾其他嗰啲收嘅啦，更加真係專門和更加嘅健康。喺今年，如果可能話按時。雖然啲希望啊，要學啲叫咩嘅啲刺激啊，啲寫文字啊，嗬，但係要攞嚟打強啲脂肪先，嗬，然後俾下塊肌肉去醫化嘅啊，脂肪啊，嗱，要做啲動力都咪呢度去，嗬，生存下去又要跟脂肪嘅健康嘅。如果咩嘅困難，去試買一盒果，跟住我嘅重金試過啦，嗬，你都可以做嘅策略，嗬，之後做把表嚟嗰啲要啲策略，所以希望係點先困中啊，自己。我哋嘅信啊，寫文字，可能仲要學學，我哋要啲個去試試個嚟搞頭，哦，落去上線又突然計嘅戰士。一睇呢啲現象，你真16歲嘅時候嘅翠雞時要揀喎，切得唔流，而取黃用如果6色2嘅，其實如果開向燒，一切嘅散盡係會啦，向燒啊可以追上公司啊，可以咧啊向燒一切係翻嚟缺乏。同樣係你看到。我是要聽在黃店要去試識人，而呢就專會語文嘅，有學書去 IT 一切一啲食嗬，一切一學問，而講話都要講強嘅嗬，嗰方面單聽而卻在，其實 IT 嘅要去養殖嘅依花嘅文化，要去仍然嘅嘢要使力運動，仍然咧面對同化啊，入面咧卻少，嚟就槍時嘅追逐自落啊，咁樣希望書所講嘅分項。所以我哋看到，哦，啲用字開放，我哋要係用好，啊，今年咧，我哋要出台又就係快快嘅，又就係沙飛嘅開放，又就係食前翻啦，嘅時去用，我哋喺咩嚟持笑嘅去先用咧？我哋喺咩嚟叫分別嚟先咧？而之我哋咁有跌落在嘅就可持嘅情慾當中嘅，比如同居啦，或者同性戀啦，婚前性行為。或者分流啦，哦，要分安全那些事情。今年啊，这都是财政出来的机会，哦，扎扎你的好工要做，好多时候就听别人讲，哎，反正怎么样啊，哦，你做得很乖的，哦，好多时候你就上个感恩情况。或者今年啊，就财粮扎在，哦，向落在文化当中，今年啊，持续的时刻当中。我哋聽咩嚟叫？哦，即係聽字又詞旋嘅，又就忽突嘅時區當中，我哋聽咩嚟啲詞調？我哋嘅信仰嘅原則，我哋嘅生活方式聽咩嚟叫嚟分別人生？我哋講到經驗，最近咧，我哋見到有很多人咧，我哋混雜嘅生活時間會改變，或者啲少年咧，係咪？或者天老咧？佢諗按集咯，而佢就係點解散發嘅息間啊？雞集雞，或者係木卡嘅家叫啦，或者係年嘅叫喘啦，哦，或者係年雞嘅集咧，輪輪嘅家叫啊，全部都變少人喎。啊，前面講過嘅咧，啊，依度千千嘅木卡，有個好胎哦，真係挺好笑喎，就是咁。哇！原來你每集你房間太太太太太太，如果要放天貓放屋企，我自己一陣放燒，一陣放燒，一陣放燒，一陣放燒。哦，聽到嗎？因為你做得翻最高嘅，係啊！聽到啲嘢啊，釋放哦，前兩隻嘅時咧，第二名嘅男嘅釋放成真夠嘢溝，發脾氣啊，係咪？誒，或者識錯啲嘢夠嘅，夠嘅前邊嘅狀況。
間寺廟，即係 Q 型寺廟，見到一隻假田粗啦，一隻假田要開兩公頃三十升，有啲識關啲事嘅喎，唔去看寺廟咯，我係入邊頭頭啊，識關事啲方便去開，唔去掉。因為而家寺廟咧有老婆子，又為官又為兵，點解特別事咧要咁平過嚟打工翻嚟開房？所以你希望啊，你諗住一起唔可以燒你嘅魂花喎，你人可以唔去看嘅，但我都試到噶，你識翻入看嘅，有公婆出房價應該報銷夫妻子啦，有啲看嘅，你真咧嚇，翻街先堂嘅看嘅，你真咧咁黐杯嘅時候入嚟看嘅，中午嘅入嚟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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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哇！執到邊人撞佢喎？所以危機報道啊，要係要興趣啊，要算數哦。喺全世界嘅行得強啲嘅仲更人用，唔同嘅思想文化啦、五神論啦，或者五神論啦，或者係乜嘅思想嘅形狀咩偏啦，啊你睇下，但係都唔會當中出現人用。哦，所以係要嘅識嘅方式。啊！認識講少時間啊，咁方便啦。後度啊，去留意啦，每個年輕，每個年輕人做之後，一一出現啊，一一做。啲啲老嘅喪啲嘅生啲時鐘落去上床啊，結果啲太多年中病，啲毛病方面，所以我唔要啊。啊，所以咧，都係啱多嘅病，啲都係要啱多嗰種啊。天中天中太嘅事，希望第一屋企啊都放入我。所以啊，呢啲咧愛嚟笑面嘅就先見嘅形跡喎。哦，一時變咗做慢鬆啊，要個小事所以啊，哦，要緊自己嘅時間假填，但係都係十八件事呵。係要你啲水入向落嘅時要嚟，一時推動住，有啲用槍嘅笑過係個現象呵，現象啊。愿那复兴我的灵魂，复兴我的生活，那非常好。在明媚的春光里，在幸福的生活中，我们陶醉，我们欢乐，早把主的恩典忘记。用休息，给你就要吃喝玩乐，吃喝玩乐时刻，系咪？哇塞！要买呀，要跟那把双面饼啊，有切个丝面啊，哈，有冒一回。或者在稳妥的事业里，在迷人笑声中，我们游戏，我们沉迷，把主的恩典忘记。或者上帝好祝福他的哇，他的信徒主哦，哇，上帝给他的啊，多喜悦哇，参拜前啊，好庄严哇，用用哈，啊，就陶醉在个什么最终之乐。哦，因个咋不行啊？这个灵魂再一次的不行啊，灵魂啊，因个悔改哦，前兆哦，起初个咋信。就莫在做嘢安，佢哋可以看到咧，探秘做嗰啲年吹感嗰个文化嘅开放，充满了笑，充满了力量，又充满了一只依旧一种发展当中美丽嘅体力。绿色嘅人最紧要，喺边站度？喺做物嘅咧，最主要物嘅立志，系两个字嘛？嗯。玷污自己，立志不玷污自己。持修信仰不单止是吹啦，有个理智上头脑上或者情感上，还有好重要就是那种意志、立志啊。啊，你可以按每项逻辑做决定。其实啊，立志呢，就是好强的一个用词的，表明的坚持的、坚守啊的原则，以及啊的行动。其实那个好爽，要被那个机会在念啊、试啊、混啊，容易养的嘛，对吗？容易妥协，或者容易放大那个标准，那个信仰那种标准啊，被世俗的同化，或者随波逐流，好多事嘛都有哈。那对我爱唱叹气的人哦，立志遵守上帝的话，立志不玷污自己啊，可以不惜这个活，该就惜。啊！佢係用愛唱玉石哦，玉石哦，就立志哦，終生做主所喜嘅事情，唔好向周围嗰种嘅哦压力啦，去代替，譬如讲唔向嗰只女主人哦，去代替或者少女高人，
他就问到林书豪，你看林志颖为送这个大波大把球哈，而林志颖为送地哈，有去做好些电竞哈，可以很心机，又碰到电竞都好多的情况，所以我们其实在 NBA 那边哈，好多咧出名啊，有新进来的这个球员哈，迈克尔·乔丹啊，都好多来听，或者是名师那地方，当然都。三个的时候咧，哇！点切咧，跟住我二年啊 ，U Fit 啊，擘开超来去跑步，结果咧，佢都后尾年咧，后尾咧攞一次百到三百嘅情况。所以，我喺呢分头，但系连书考都冇到，而呢支在微商嘅打，所以条商嘅叫热枪入嚟情况。所以吹下啲咁重要嘅嘢，我哋商店十年就知之然啦。或者系咩？我继续。中國嗰度有公司啲個，我最近在公司啲威行咧，啊，嗌到超愛後少時，當下要請嘅時候，你嗌到遇到咧請好多時候咧，又來去嗰邊咧，來去嗬，知道嗌到嗰邊咧污染或者咧容易腐化，所以嗌到啲愛後少時嗬，所以嗌到啲啲嗰度咩咧，要繼續愛抵抗，繼續消費嗰種咧，呢個嘅性質。你遇到事情啊，就叫我立志啦。你见他做立志现场，我就见到你也好重要的。所以呢，比如话就立志，那你把二碳水给改掉的话呢，他把你提到他会有碳水，如果你搞个立志的话，啊，今天好工作，我晚上做工作，啊，你把该好点嘛，你去了嘛，你来崇拜了，你忙立志，我来去，立志就我去欣赏你的话，所以也好重要的哈。所以呢，看到呢。立志就放到阿表姐送面面前，就放到啊，真啊爱人家太太，真爱人家丈夫哦，你哋叫要爱人家夫，爱人家仔，所以叫我立志。当要立志嘅时候咧，哇！得阵人家会要我擘开筷子啦，擘开筷子嚟讲啦。如果唔立志嘅话，以后嚟到事业嗰度啊，唔知赚唔赚钱啊，唔知赚唔好钱啊。所以嚟到阿表姐送面面前啊，立志啊，所以嚟到街坊，永远爱。永遠都是情況，所以其實咧，啲後果呢啲嘢係要碌菜又輸，我梗要飛落去。咩煙灰人戰意啲事叫，有咩人有糞便後背，那些煙灰人話得做咧，解心啊，嚟依靠或者嚟去嚟去提前嚟出國，意思講出去上學，先過嚟出國。所以啊，你会遇到哦，心灵呢其实有控制能力啊，除非人家就愿意落去爱人房子到咩关啊，阿种上工资先讲系讲系，因为你都话唔会嘅。最重要系本事要话叻知，我哋嘅做生意，你话叻知，我嚟做工商业，爱商业，如果可以感觉到话心灵就有控制能力。所以啊，你做生意随时一面。如果你嗰個月邊一條鬆啲做嘅話，啊一種太熱嘅人咁咧，除接床鬆，或除手臂鬆，除一件夾落去咪腰鬆啲啊，嗌你一條鬆嚟爆損啊，你就線，再軟嘅愛鬆你嘅線喎，啊燒啲糖做過嘅，嗌你要嚟就係啲字。所以你講到太熱嘅書都識啲嘅，啊五達出去會要嚟就係啲線啲字嘅同時情況。天有嘅六分咧。他一年都没领到，你发出个一个商量呢，所以老师给你钱来感谢。你可以看到哦，他的钱都好，于是他一五五，另一个定力加过一个皮，他一年遇到了定力开过一个皮，就到这个家族，他领送该出户开向有养生，第三是收起的会在前面前。到個架車落舒床用，喺遇到坐住床鬆、坐肩椎鬆或者坐嘅，都係坐工作翻嚟嘅嘛，會嗰種吊枕、床吊枕喺度嘅地方，彼此好多時都係小面，係咪啲我對住嘅嗬？啊，你看到他依啲係用嗬，面對嘅嗰啲同事嗰種妒忌嗬，啊，那個老闆嘅嗬，啊，八十幾歲還坐在嗰種位啊，啊，坐安啲嗬，又要做嚟對付你，但係咧中到一個錯誤喎。因为好聪明，好有智慧，好面前做就系发病，除一线上，除一工作上，冇办法做到人家嘅发病，我嚟教，我嚟去逼佢。
就落来，就朝阳那个朝阳县落来建田庄落去对付。中来印度人咧，跟个印尼三百幺九哦，亏在也就该我重有钱了吼。哦，知道你咧，收不收钱，收不回来。结果咧，也就去那边八嘎八嘎哦，啊，那个同事啊，去那边啊，就啊落去，落去落去欺骗了泰迪舞王，就哦，他会透明的银行咧，除开王之外咧，斗交个其他王，其他概念，伊斗交个话咧，也就可以。放出来大概实在的地方，当然看到的是你讲到的汉语咧，以汉语一样，啊，应经三次嘅，可以在啊神家面前祷告，啊，那就祷告感谢，以素常一样，素常一样做，啊，意思讲咧，未烦嘅，以前写到未来都会感用嘅，就嚟祷告，用感用嘅时间，啊，感用嘅日常嘅。跪在上帝面前，所以我哋看到咧，以前就祷告嘅，我哋看到以前都未出家，就咧从从小学或者朝向养寿，都喺朝向养寿，因为太阳要集，要集中喺度咧，要集嘅对立嘛。即讲到当时候咧，即讲在列王纪上嘅时候咧，所罗门王咧，即为圣殿祷告时。有祷告咧，当他向门来向入边祷告时，全然全黑。所以有啲咧，以色列人咧，好多天窗咧点解有啲朝向有神，即系我从回教朝向拜神，但系冇祷告。啊，中国嘅啲人讲咧，以色列提出就冇法出讲噶，因为有啲比较以前就有神啦，就先知就咁样啦，先知就推着双边同差，有啲向咧就帮用祷告时就双边同差。虽然咧差异点解少祷告时，跟住先知见面才悔改嘅人已经悔灭嘅，但系相信上帝又再次建造，人家先知出现，用咧朝向一种方向来去祷告，虽然是把住后面嘅希望，而仍然咧就去推出咧。朝向也该更加哦，落去祷告。喺呢个咧祷告以嚟咧，在圣殿会好多次咧讲到祷告求上帝哦，啊，学到大家嚟祷告求上帝啊，可以咁样咧。当你遇到千样嘅事情，求上帝啊，用司马氏也可以用嚟祷告，没等到用太师嚟嚟嘅事情哦，遭了亏。有种电光来光来光来，我平时已经祷告过了啊。啊，你看到呢？以后特别要疏远嘅祷告同伴，也就轻点要学识啊。其实我哋咧，要参加小组，或者我哋讲做忙参加小组，希望你参加个忙嘅话，最好咧，在公司里边好，在嗰个有两三阵、三四阵，常常出去祷告、修望，因为嘅事情在当中就一切嘅人一直祷告，大家呢非常重要嘅。感觉咧，前嘅祷告嘅话咧，感觉咧就有力量哦。啊，你看到咧，他依然咧就有两个属灵嘅同伴，属灵嘅小组喎。哦，可能在东部，可能在医院有医院嘅咁样祷告小组，或者老师小组，或者你咧做某个生意嘅嗬，连锁连锁小组，啊，觉得非常重要。你看到他依然咧，一定咧一切嘅面对到麻烦东西，一切嘅归纳，一切功效，我识王嘅识个同，与王嘅知。人一切嘅咧，哦，你对付，就为了应付啦。谈以理咧，爱两集，即个，包括我谈起解封啊，差唔多。如果有解封，全部实施咯。所以两集，啊，你看到咧，谈以理咧，就于老公哦，你边个啲时间，哦，来出解封，叫佢加急咗啲小钱啊，二集同翻一齐嚟斗交，斗交，结果嚟解封。但系结果咧，谈以理咧变黄啊，变咧就黄咧，裂纹咧。中作嘅時候，一樣係八年嘅同事，攞以前嘅工作師傅，佢個腦真係頹灰啊！真係好重要嘅。啊，如果你講我三單冇被上咗，做咩料咧？彈出嚟，和師和叔或者一集落一集出嚟，啊，好容易啊，一路在咁其他業界啊，或者乜嘢啊麻煩啊，所以我哋要知咩開哦，菜啊，你等住出去彈，你會假田嘅之彈。所以交飛點可以交飛嘅咋？而且我在公司都會記住啲同人，佢同事嘅嚟啲鬧交，啲蛇嘅嚟啲笑話。喺呢個鬧嘅出口嘅，鬧喺探熱咧，而唔單止係就面前突鬧交嘅，而係就面前突心電話嘅，眼都先電話嚟。嚟嗰度啊，
爱看你从经书送留意哦，可以好什么查圣经呢？啊，留意这个好注意那个时间不光的哦，所以问到我上上街，有听上帝的话，当听到上帝话时候呢，有感触还是感动，就在那边祷告啊，都坚信啊，念出来，好不啦？今天就好天气，在这天的哦。哦，演出来都演唱咧，都哇！人家对你好诶，哇！人家对你好，啊，对你好，我哋做佢规矩啊，对唔住。但系唔系有到咩？哇！你睇到我人呢边讲咧，人可以放到70年哦，70年的时候咧，我再次送佢父亲入边带入咗，结果已经跪啦，先祷告俾钱，应当就跪住啊祷告，用跪着人嘅嘅心灵祷告，跪着人都受，跪着人就把口，跟住以色列人祷告。同样希望啊，佢一样嘅，啊你常常咁样，你就想祷告，继续高举祷告，啊有继续啊，点解又一个神师啊，俾一个神师嚟祷告啊，有继续马来西亚继续前世嘅祷告，啊或者是你同同佢高举咗，一样嘅你继续啊，啲家庭嚟祷告，啊了解嗬，嘅家庭祷告，啊凡系嘢出啊，你有出世嘅，无论飞到边啊，出世做过，你都要义务去飞啊，都嘅家，继续啊，都高举。祷告，所以会看到了情况。那你看到这他一定会对神那种钟情啊，啊，对上帝的敬畏，结果又看到充满智慧才能。那你看到才能的上帝遇到种种那种困难、那种危险的事情啊，你看到啊啊，那个庙街工程的暂停啊，那个好像。祷告，你祷告三年时就放出来的，那这个死在个农民工里面是，啊，遇到好多一个同事比较难，那同事啊容易喊会，关关难难，但是上帝却用你，哎，关关难过，关关过，哎，关关难难，但是却呢关关过的哦。所以我就今天去看到的情况，所以我就希望在时间里我就每凡事就我就过了时间里面求上帝光是我就从一摊一里一个三样里我以一个触景他的触景所以困难就天天触景里面我面对种种的阳光种种的一切通发我以为阳光我就离开上帝我以为死了那边呢失去对上帝的爱失去对师父那种同情是一对啊，那就只为你那种的感情啊，啊，所以啊，你要求上帝帮助啊，你啊，求爱你要持守啊，你的信仰啊，照着上帝话来行，啊，你来常常祷告，啊，你做圣言，啊，你教父要开门咧，要用做乜事要开，因为做圣言可以查噶，一个好钱的话，你就可以一时可以拿好钱啊，多钱的啊，啊，但系我用啊，你睇下你的形状哦。要上送和主干，啊！你请祷告。主啊，主要时刻，那就我感谢你，透过了他你的生命，在这里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被改变，也能够上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影响我们的职场，影响我们的社会，影响我们的家庭。主啊，我们很渺小的，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来常常的亲近你。你要常常遵行的话，持守我们信仰的一种原则，常常的要求教培养我们，主你必定的带领，做帮助我们领袖，立志的心志，你要容易遵守的话，做帮助我们听。哎呀，让我们在一个安静过一个凡人心灵的时候，我们容易一边看我们自己，容易教导我们自己，而且我们在心里面更加有上帝的太太的祝福。主啊，你感谢你，他来的祷告，他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